奥运冠军李晓军抱女儿奴幸福，买娃娃机在家一起玩。北京时间10月19日消息，日前举重奥运冠军李晓军在参加讲演秀时谈到了自己人生向上的三个阶段，其中他不加掩饰地炫耀着属于女儿奴的幸福。虽然19岁就拿到了世青赛冠军，但后来因为伤病等影响，以及该级别在国内竞争激烈，相当长一段时间无缘成年组世界大赛。在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后，李晓军没能在里约卫冕，只收获银牌。